我来看一个2:41的时候录的一个梦。我在梦里啊，记得在之前还录过一个梦，或者说不是在梦里，或者说记得之前还录了一个梦，但是呢后来没操作好，还不怎么就没记录下来。那我只能记录下来一个，在我的记忆当中好像记录了两个梦，昨天晚上，但我现在这边只有一个了，要么是在梦里以为是录了没有录，要么就是录的时候没按下去，没按好。哦，我现在看录下来的那个。刚才做了个梦，梦见我小学的二年级以后的那个一个语文老师啊，姓肖，看到我的就喊我了。他知道我考上研究生了嘛？他说你上次我问你的，想要你照片，你还记得？我说记得。我说我家房子漏水了，下雨天漏水，所以照片都坏掉了，一张都没留着。哎呀，他说觉得可惜了。哎呀，他说上次我请你吃饭，你也没来啊。哎呦，我说我希望我如果我饿的时候啊，我就特别喜欢有人请我吃饭，当不饿的时候就好像就没多大兴趣了，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见了一个我爸爸还是什么，我对我说，刚才我去看了一下外公还去看了一下另外一个小学校长，小学校长还是外公啊，反正就是我说我去了以后他给我出题目，我在那个就在那边做题目，我应该小学校长应该是，反正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反正他们很高兴我考上研究生的意思吧，大概是这个，做了这么一个，做了这么一个梦，是这样，目前讲的是这些，大雕像显示一个，录成一个，他们很快，搞明白这个大雕像人的身份了然后他们就开始要想收集我小时候的，上小学的时候的，那些照片之类的，他们想我要照片，我说没有啊。我家里房子太破了，外面下大雨，我家里下小雨，所以漏水嘛，小时候的照片都没留下，觉得很可惜了，然后那些老师啊，那些我小学的时候老师还记得我啊，好多能回忆起我的事情来啊，那可惜就是没有照片啊。那些人准备想编写那段历史的人，或者要写那段回忆的人，觉得好遗憾呢、啊。那时候就没有留下照片，大家都没留下照片啊。大家没留下照片。是啊，尤其是那个小学校长，当年呢，他单独的给我想拿着题目来考我，总是考不到我。他还记得这个事啊，记得。他们也觉得挺高兴的他们觉得也挺高兴的然后这个事情呢在老家那边确实传开了这件事身份也确认了也知道，人家也意识到了这个不是个人能做到，应该是外来的力量，外星人做的这个，终于慢慢确认了，确实有这样的，有这么一个人，然后慢慢话语权过来了，可信度也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在讲曾经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在外星球发生的事情，或者外星人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人家就信了。如果没有这一步的前期的情况之下，你讲这些的话，人家当故事听，或者以为精神出问题了所以他们反复确认身份以后这个时候才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讲出来的话很严重，很重要，这样慢慢，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了，慢慢传出去了，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事情太重要了，要向人
接受这样的信息啊，实在是困难啊，终于还是实现了。好，知道了啊，再见啊，再见，嗯。